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今天的防疫居家特别企划，我们要举行棒球比赛父子对决，我们比三局，三战两胜，每一局有十次打击机会，打出比较多安打的就获胜。我们用羽毛球替代棒球，这是在家里练习挥击的时候用的专用羽毛球。好，我现在示范一下，你可以选好球，坏球可以放过，打出去的时候如果打到两边的墙壁跟上面的天花板，就算 out， 一定要平飞球，然后飞过前面这张桌子才算安打。好，我们示范一下。 OK， 安打一支，再来。好，安打，安打，哎呦蛮厉害的，安打。来换我，来换我，来换我练习一下。哦，这样打到桌子就不算。哎，等一下，丢慢一点，丢慢一点。哎，安打，安打啊，没有没有，打到桌子不算，就算奥斗。OK， 安打，好，比赛正式开始，来猜拳，看谁先攻，剪刀布，你先攻，先走，啊，后攻我先，哎，你帮我把窗帘拉起来，我反光。好，第一局开始。现在上场打击的是有七连球零的内湖老棒的队员。哎，来来来，等下会紧张。好，第一球先放过，太高，太内角，一支零，二支零，等下嘛。节奏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，暂停暂停。OK， 安打三支一 ，Go 三四支二，有过吗？有。五支三，哇没有，打到天花板。六支三，哎，慢一点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，我说好你就丢。六支三。你可以不要打，太高，红中红中，有七支四，太内角，八，有没有？有多少？哎，对，刚八支四啊，八五，八支五，打两球，有没有啊？有，都过桌子的，九支是吧？九支六，哇！打到天花板，打完十支六，六支安打。好，现在一局下，黄晓东进攻。Are you ready? OK。好，一支一。哎，有点偏低，要算安打。二支二。三支三。哎，都是刚好过桌子而已。四支四，哎，不会那么慢了、啊，这有短打的嫌疑耶。四支四，五支五，你挥大棒好不好？六支六，七支七，哎，那你赢了、啊，结束比赛啊。好，八支八。喂，九支八，第一局结束，小东你先，好，输了一场，好，第二局该你先攻了吧，公平 ，OK， 好，现在第二局，小东说要改用左打让我，我是哪一个？你随时可以改回右打，好，不要说我欺负你，哎、欸，等一下你知道打到冰箱了、啊，我说我试打，好，试打，这就试打。好，那你用左打，我用左打。啊？有吗？一支零，二支零，三支零，四支零，五支零，二支一，七支哦。
九十三，这次应该算没过吧？可是你比桌子低啊。好吧。OK， 十之三，好换我。十之三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用左打，这样我左打赢你的话才是，啊，才这样试，啊，这样试挥一下，试挥一下。好，开始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一零，一至零，一分，二至一，三至二，哦，四至二，要节奏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四至二，我有机会赢哦。没过，五至二，没过，六至二。过七至三，八至四，我打比较强，再一次我就赢了。你没耽误。九至四，我只有三颗了。嗯，十至四，你赢啊？啊，你多少？三颗。你刚走三颗三只而已。只有三了。OK， 第二场老爸获胜，好，最后一场决胜负，第三场猜拳。当时老爸，我先攻。你先攻，为什么你要先攻？啊，输，一下，好，第三局开始哦，决胜负，一至一，二至二，好，三至二，没过，我打到桌子就不算了 ，out， 过，四至三。五至四，打我，六至五，七至六，多少？八七。八至七。九八。九至八。十至九，哈，哇，这后宫会有压力耶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心情还没有准备好，太高。一分，一至一，二至二，三至三，四至四，五至五，六至六，有机会。选掉，啊，七十六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叫暂停，摸一下我的吉祥物。哎，你教练今天没有来，他是主教练过来。我应该打入延长赛，七十六，八十七，九十八，哎，暂停，最后一集。电话球不算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输了，最后十之八惜败。好，今天的防疫居家特别企划棒球大赛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